元池之诺，哈日族疯狂买来囤，日元天天都便宜，八月份暑假贬到现在，这汇差一直扩大，用台币五万元换汇，等于赚到25碗一兰拉面，吃到爽哎！哈日族都说太便宜了，要去买日元来囤。Helped by a weak yen, a record number of foreign tourists visited Japan last year.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，资金都簇拥美元，压抑日元走弱。专家甚至预估日元还有2%的贬幅。哎，以台银网站来看，周五日元对台币现金汇价来到0.2832，电梯持续下楼。用台币1元，你猜能换多少？不止3.33日元哦，不，也不是3.45日元。当然已经能换到3.53日元这么多，哈日族都乐翻了，掀起一波换汇潮。用台币50000元换汇，八月只能换156592日元，现在多换到176553日元，现赚19961日元呢。这笔钱如果去一兰拉面报道，一碗拉面790日元，足够让你狂客25碗吃到撑。全家四口想在周末假日下午3点后去迪士尼玩，这笔多出来的汇差就能搞定4张星光护照。现在能理解哈日族为何这么亢奋了吧？专家预估12月美国升息以前，日元还会继续疲弱，需要换汇的民众可以分批进场咯。财经中心台北报道。